今日你用星光结界将我封印，那咱们谁也别想出去。本尊就带你共赴黄泉。 帝君不能就这样陨化，丑女，我要去见帝君一面。看着漫天的陨星。 怎么会来不及了？天明只是说我们没有缘在一起，但是我们死在一起的缘分总是有的吧？帝君要和淼露同归于尽，也总该有个决战之处。你可知晓，他们此时究竟身在何处？ 看星辰陨落的地方，帝君此时应该是在梵音谷。如果现在赶过去，也许还能见帝君最后一面。帝君，东皇，你真的要与我同归于尽吗？我来此的目的，你说得清清楚楚。 你也不必一次次的问我。你当真毫无所惧？用我的羽化换八荒六合的安宁，不亏。原来你对自己也是这般无情。非我无情，是你执念太重。执念？我一剑魔尊何须执念？别忘了，是你让我一念成魔。 没事吧？啊！怎么浊气如此凶猛？竟连星光结界也净化不了这些浊气。看来帝君此次是要决一个人独斗秒落了。莲宋，你快想法子帮帮帝君啊！这个结界除了帝君，无人能解。 烟池雾，你们的表情为何如此悲伤？虽说咱们进不去星光结界，可是等冰块脸打败了秒落，他不是就出来了吗？你没看见，九天星辰已经开始陨落了，那是羽化的象征。那冰块脸的。 出不来了，帝君，帝君。
知道你欲入结界相助帝君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。你放开我！殿下，我宁愿你永远恨我，也不愿你白白送死。青天，这个结界只有设计之人允许才能进入，外人是进不去的。你放开我！仙界之事，我知道的不如你多，又怎知你没有骗我？青天，现在帝君生死未卜，我不会去做傻事，我只是靠近他看清楚一点。放开！九天星辰这般陨落，是不是有上神羽化？不好！怎么？快随我来！放开我！小九，他怎么进入的星光结界？是琉璃镜，那是东华帝君的半颗心。有帝君的半颗心，凤九自然能畅通无阻的进入结界。现在都不知道小殿下和帝君到底谁是谁的姐。